认识微贵其实是在2010年，我个人是非常喜欢，因为他从之前的小兵现在已经长大，真的一个部队一样。我一直认为他是非常的坚强，因为他在美国的时候驻村，或是到回到台湾来，其实一路上可以看到他的一些成长跟蜕变，也都诉诸于他所有的作品里面啊，包括面膜系列，或是小兵系列，尤其是现在社会上很多都是跟两性有关的议题，在他的作品里面，我可以看到很强烈的希望能够达到一个两性上的平等，能够带给我们社会很正面光明的力量啊，这也是我们正在一直想要追求的。有一位男士，他是我的学生，他只做了这个面膜系列，是不是就是相当有一个规模嘛，有相当的一个内涵，所以在台湾展，在大陆展，最大陆是在上海美术馆，还有北京的一个京都美术馆展。你会看到，他现在其实是一个非常国际的艺术家，在国际好多好多的，不管是美术馆的联展，或很多的展览里面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。可是他又是一个非常有动的艺术家，因为在每一个展览里面呢，你都会发现他都有新的议题在呈现。可是这个新的议题呢，跟他一直以来想要传达的那个连续性都非常非常的强烈，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，而且非常有未来性的一个艺术家。那你可以看到在天花板的部分，还有横梁的部分，还有一些不经意的小角落，你都会发现游击女孩的身影。这次新的游击女孩呢，在造型上是女性的一个象征，是长发，然后上半身都是穿着军服，然后右手都是手持武器，下半身呢都是穿着比鲜艳花俏的一个裙装，跟左手他们都是做出一种象征女性阴柔的一面，像是手提包包或者是手拉裙。那我想表现的是一种阴柔跟阳刚之间的一种冲突的对比。然后在这个作品里面，我也想要邀请观众参与我的作品，右手拿着面膜做的一个枪支的造型，然后左手可以拿着望远镜观看上方的游击女孩。这个作品呢，整体的它是一个圆球的一个造型，然后特意的分成两个部分，黑色的放在上方，其实是象征的一种重量的感觉。下半部的部分有600多只的游击女孩，她们一只手都是手持武器对外的，像对外攻击，然后一只手是撑着，好像要撑着上方这个重物的感觉。其实每个游击女孩，她其实就象征是我自己的内心的部分，就好像身为一个女性，在生活当中，不管要面对工作、创作或是感情的部分，内在还是要有一种很勇敢面对生活里不同的挑战。在重物的下方其实隐藏着有镜面，希望观众可以蹲下来，然后看到镜面的反射，好像是另外的600多个游击女孩是反撑着另外一个重量，想要做一个虚实的对比，象征着自己比较自我内心的部分，就像是一种自我内心的抗衡的一个力量。在这边我选择了生活当中的像电锅还有锅碗瓢盆，就是做饭的工具，象征现实生活的部分。面膜本身是布的质感，可是在这里他们却是做出像金属的质感，就材质上我觉得它就像是一种伪装掩饰保护色的一个概念。这里也有跟游击女孩结合，游击女孩一只手对外攻击，可是另外一只手却要扛着一个好像很沉重的一个电锅，就好像是在面对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压力，但是又要对不同的事物去很勇敢的去面对生活，那样子的一个概念。